我觉得你们两个太无聊了。你们俩挺有意思的呀，生怕发红包啊，老集中精神了。你不是说你不玩游戏吗？抢什么红包呢？这不你非得在这拉着我玩吗？那你回房间呀。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对对，我回房间，我连游戏都不用参加，我光抢红包，光抢。哎呀，我作为一个60岁的人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做一个栏目，我觉得太困难了。你们垃圾袋都从哪里拿？那上这儿哈。没了。有有有，我在想，我也帮不了你，就是一个水池。对，这玩意儿就一个水池，就一个这个，你也不用帮我，我可爱洗碗了。我以前搁酒吧打工，天天最快乐就是后厨洗碗，很有成就感。就是因为前台吧，你得跟人打交道，得问人家喝啥吃啥。后厨就专注于洗碗。对，我就天天搁后厨，我就干洗碗，老开心了。你应该先拿这个，然后弄泡泡浴，全部搓一遍。是，这都搓完的了。哦，那就、OK、对。我小时候我奶就是这么教我的，你放心吧。好的。他竟然觉得是我洗半天才洗，还剩这些，就是你每洗完一层就有新的一层叠上来。这个天真的女人真的。下次还愿意洗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这么天使的女人。我特别热爱洗碗，但我不愿意做饭。嗯，对，你把要求提出来，你洗碗的筹码是什么？洗碗筹码就是我不做饭，我也不收。吃现成的。吃现成饭。对。OK。我就可以一直洗这个工作，我可以一直干下去。机械的洗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享受。咱俩是不是可以回去？别跟他们，别跟他们参与这些，累死了。这回应该行了。这家差不多了，盘子我都给分类了，明明白白。我来，快点，快逃！收拾完了，你们完了，完事了，完事了。你还好吗？我好着呢。你干嘛去？我上厕所去。洗了2个小时的碗。你要开啊啊！我给你铺上了，这将是我今年第一次锻炼。哎呦，那你呢？这会儿再铺一个吧，知道吗？忽然觉得咱这屋有点小，我都想搬那儿去。在外面等。嗯呐，你稍微等一会儿啊！我不这样，我把这个鞋拿外头。对，咱俩就把鞋。咱就当这个，这就是咱门口这有都是地方。我把这箱子先拿外头去。